这样可通，但是它其实它速度跟声音变慢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边还要再修正一次哦。好，还要再修正一次。新版哈、哦，今天的新版就是，因为原来那样算一颗电池的前后是可以通的，就是先绝缘嘛，但是可以通的，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电没有全部过去，所以我们回到这样哈、哦，把这一颗这个叫什么长尾钉跟电池包在一起之后，另外一个也在同一端，所以它就是从这里出去，马上从这边回来。嗯，嘿，啊，只是说没有用到泡棉，我们原来是用泡棉，然后就是没有用到泡棉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它的声音，哎、欸，那一颗哎、欸，刚才那个盖章哎、欸，哦，对对对对，这样的声音才会大声。好，那原来就是说不同的玩具，因为我们原来测的玩具完全都没有问题，但是这一款不行，所以为了方便起见，还是全部都回来这样，但是这样还是不用用泡棉胶，还就是用这个叫什么纸胶带，一端把长尾钉包起来，然后另外一端就是从同样的地方出来，它绝缘在这里，还是回到老座。好，谢谢。